大家菩萨，大家安安。今仔日呢，介绍了讲这金刚心论，今仔日进入第六天啦。那么会当讲每一天啊，千多多人来这听闻这金刚心论呢，会当是大家福报呢。因为金刚心论是针对咱的心地来下功夫啊。因为这修行人。那卡斯讲呢，修道无向心地着手呢，安是要开悟正果，要明心见性呢，遥遥无期啦。所以为安怎啊讲这金刚心论？因为金刚心论就是一个修行人爱研究一部经典，因为处处呢指明咱的心地，处处呢教咱来明心见性。一个重要出世圣典呢，那么注意听好。下面咱继续讲这金刚心论的第十论，叫做是无疑涅槃论。有关这论是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这涅槃的意思，是啥物会叫做无疑涅槃的呢？望注意听下。那么金刚心论呢？伊安尼讲咯，文殊师利菩萨问佛：因何是无疑涅槃？佛言：即人不动心思啊，三世诸佛将一路头回到不动心中，接受无乐之乐，更无忧乐，过于出乐啊！故名无疑涅槃啦。注意听好，这段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呢问释迦如来，伊讲是啥物会叫做无疑涅槃？无疑涅槃的意思在哪里？那释迦如来就甲回答啊，伊讲执念不动之心啊，就是啊啦。换一句话讲，讲如如不动之心，就是无疑涅槃。也就是呢，伊心内无念无住，无一切境界，未伫心目中来安住，来停顿伫遐，能净化一切心内心境，大家控制不动，安名之为无疑涅槃啊。简单讲就是安尼啊。这是过去诸佛、现在诸佛、未来诸佛呢？共同呢，涅槃一路要经过，一路涅槃门呐、啊，回归到伊自性不动，这就是功夫在这所在。接受到呢，这个无乐之乐，咱是毋讲有乐啊？有乐就生灭啦。无乐之乐，这个无乐是假名来安立的，因为有乐就生灭，无乐。都无生灭啊！生活伫个无乐之乐，我害人佛祖惊讲咱呢，竟然无乐，他有啥好乐嘞？爱就甲你破除无乐迄乐，也是不可得，更无忧乐啊！哦，你讲我心情都快乐啊，有快乐都延期啊，都消失啊。所以呢，佛祖惊讲咱会停住伫世间的快乐迄个快乐，所以叫做无乐之乐啊。这个无乐就是真不可思议，勉勉强强、强强勉勉，甲安入叫做无乐之乐啊。其实呢，迄、那个常乐五净，
哦，这涅槃的境界呢，是无法度用言说来批论的。但是你无咧批论啊，凡夫众生惊讲，我既然无快乐，还阁快乐啊，安尼何必着修行来快乐呢？是不是啊？这款的快乐是完全远离文艺，远离现象界，远离生灭之乐。勉强来讲，叫做无乐之乐。伊阁讲哦，境无有乐啊。这个无乐之乐，并唔是讲的真正有一个生灭的快乐。这个快乐是即种的，以空相应的，无为的，解脱的，不可思议光明的存在。哦，这款境界的快乐呢，胜过这个三界呢，二十八天任无一战天的快乐，胜过百千万亿倍啦，佫无法度形容。你透过即款的快乐呢，诶，称呼叫做无余涅槃的快乐啊，诶，注意听有无？无余就是讲无够任何一个我闻所接受的快乐，或者是有起心动念的快乐。这款的快乐不是用现象界，而是起心动念的快乐，那是完全远离这个我闻乃至起心动念清净的快乐。也就是讲，不是我闻之乐，也不是起心动念的清凉的快乐，哦，发起的快乐，或者是讲有生命的快乐，写啊字字字就对了。这款不可思议，不是用语言文字会当表达的快乐啊，那称呼叫做无余涅槃的。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，好，随个听好。讲到这来，我都啊想着讲一个开悟圣经啊，伊也客串伊个讲话啊。伊讲，至道啊，本乎其心，心法本乎无住啊，无住心体，灵智不昧啊，性相即人，包含德用。该列内外，灵深灵广，非有非空，不生不灭，无终无始，求之而不得，弃之而不离。伊这意思是安怎讲呢？要注意听哦。伊意思就是讲，至道啊，本乎其心啊。修道修到尾啊，最后就是要明心见性啊。至道甲极崩啊，尽崩啊就对啦。迄时阵就爱回归自性，进入咱本来的主人翁。你若无进入咱本来的主人翁，佛成为者呢？你即个修道也搁伫个现象界，伫个妄，伫个吹，伫个参，伫个悟呢？安尼累生累劫都无法当了生脱死。所以你讲至道本乎呢？其心啊。这心法本乎无住啦，咱的菩提自性呢，一尘不染，一法不立啊，清清净净，光光明明，明明格格啊。任何一个尘埃，欢喜不能住，痛苦不能住，真信心不能住，涅槃不能住，解脱不能住，佛不可得，声闻法不可得，佛法不可得，究竟迄款的境界呢？心法本乎无住啦。讲到尾就是呢，用无住之体啊，灵智不昧啊。这意思吼、哦，咱这个无住的本体的佛性啊，本来就零零格格，一丝丝啊都袂叫乌暗去，一丝丝啊都袂叫昏沉去，一丝丝啊都袂叫迷茫去。这嘛叫做无简单呐、啊。用性相啊，即人包含德用啊。意思人来讲，咱的本性虽然是依空相应涅槃的，可是伊有法度呢，伊这清净的本性去无量无边的妙用，叫做德用啊。戒涅内外，灵深灵浅，就讲咱的菩提本性呢，伊有法度心通妙用，灵大灵细，灵深灵浅，畅怀这个虚空。哎，怀超三界呢？哦，这树立啊，三界啊，本性都有这个功夫的啊。那这个菩提本性，你袂当讲伊有啊，啊袂当讲伊无啊。有者呢，就是不变呐、啊。可是这本性呢，是千变万化啊。
哦，你袂当讲伊无啊。咱虽然讲啊，佛性是空性，啊，空是伊体性，并不是意味讲这佛性无啊。哎，你讲伊空性诶，啊，你嘛袂当流入这断灭啦。你袂当讲佛性空性，你讲啊，甲佛性都无去啊。因为我正讲一句啊，因就变人啊。所以这佛性的存在是唔像语言文字会当形容的出来，只是你听经听多了后，你自然会体会到你本性是生出到底是安怎呢？用花，哦，方便叫见，其实要怎见啊？啊，佛性就无形无相，无颜色，唔是乌红青白啊，都唔是物主界会当形容的啊。你是要怎见？啊，既然无法当见。你是要怎发挥啊？这就是你听足济佛法，听足济佛经，哦，用的是就是咧参你本性，参故自然就去挥流，去启发流。所以佛经讲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无来无去，不一不二啊。这就是要衬托，互你体会，哦，如光云透月啊，哦，化云净月啊，这拢是法门，拢是这个方便法。无始无终呢，佛性袂当讲当时开始，啊，当时才无去。哦，伊无始以来就佛性啊，真未来者，伊也袂叫终归了，有一停在时阵。佛性唔是求来，哦，你求呢，啊，求袂到啦。啊，你啊佛性要杀土角，啊，杀袂去啦。叫做求之而不得啊，弃之啊而不离啊。你拥有佛性啦。你想讲要甲拔掉啦，敢无可能？你唔要家己，他家己身躯透起啊，等大海啊，他家己非常嘛对起，都下袂掉咧。嘿，你啊，讲多数有人讲这话，我就古怪，然后竟是安那想想会出来呢？求之而不得，弃之而不离啊！你有想要下都讲，要怎下？纵然下会去，你嘛对起啊！啊，家己来来去去，啊嘛下袂离，佛性这样不可思议啊！诸菩萨个听好，后壁要继续阁讲《金刚心论》，叫做是哪《正果论》第十一，也就是讲，咱以啥物功夫来修行，怎我当超凡入圣呢？所以呢，文殊师利菩萨就问释迦佛祖啊，然后释迦佛祖呢，伊就甲回答文殊这话呢，所以他拍开呢《金刚心论》吼，伊来滴讲话咯。文殊菩萨问佛：“以何功夫修证，能超凡夫入圣道故？”佛言：“若有善男女、善女人，信向佛道，遍施恩爱，切断尘缘，坚持斋，这是斋戒，精修十善，清净三业，远离六尘，力道明殊。”学问正法，以书念开始，不杂用心流转，只以佛法修行，由此功者必殊途梵高。何有善人拾佛为仪，清净戒律，一心自精，劣心不善，心口疑业，戒色调伏。以世间心，动晓净土，由此功者，得殊途梵高。何有众生三业不明，六尘不生，净久啊，功深，心性行一，以世间心，自然不动，得心自在，由此功者，得阿那含故。何有众生以自在心，十行定力，定性现前，无明自性，本来空寂，心境两茫，定心不动，由此功者，得阿罗汉故。此四果人，功超六欲，凡夫天上，得入圣贤，得入场中，当佛出世，作佛宣化，净佛国土。诸多多人，部分的文德，得至菩提，应无颠倒，故名四果。得道圣人，
复处文书处理是四个人极尽信心，以书的教诲不宜用心为得经验，为以记住以世才识，恩爱名利一段永断，一了永了，从始至终修道如一，虽则不能大通大达，心性坚固，心境解脱，依佛无疑，故得超凡入圣位啊。那么这段的真名，哇，讲真好势，真长啦、啊。好、哦，这段真有够长呢。那位高雄开始念这段经文，一直念念到台北呢，这段经文佫念压袂了。你看这段经文看偌长都好，总共佫一部啊的论呢、啊，叫《正果论》呢。那注意听好哦。那么在这个时阵，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伊就问释迦如来，跟你讲，讲以什么功夫来个修行来证悟，才有当超凡入圣，得到圣人的高位啊？好，一针见血，就为释迦有做重点甲问你。释迦有做就甲回答，伊讲那是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呐、啊。有心向佛道为者呢，应该爱舍离伊个恩恩爱爱，因为恩爱爱情是众多因缘呐。所以为安怎讲一个修道人爱挂爱惜亲呢？就是咱凡夫众生所以六道轮回，就是因为啊，六道安怎众生所以轮回，就是恩爱个作怪。这三界轮回以为本啊，六道往返爱为基啊。咱所以是三界六道轮回，就是因为咱有恩爱，这个淫欲去作怪，淫欲爱情啊净化掉，你就出世真爱也是圣人啊。所以第一一个过爱是亲啊，把世间的五欲六尘的真爱呢，甲净化掉，甲切断，坚持如来斋戒。爱食素食啦，吼、哦！爱修如来五戒、十戒、吼、哦、菩萨戒、爱持戒、爱精进，所有的十善业拢爱修好，一心一意呢，互咱心口与三业来清净呢。同时爱远离这六尘的境界，咱来好好啊，低心下气呢，亲近名师，参访善知识，吼、哦！安尼呢，来好好啊。学习如来的正法，依照这师长给你教导的真理的开始啊，哦，卖杂修，哦，卖乌白用心流转用功呢，按照如来的方法啊，哦，来修行。你若具备这款的功力的位置呢，就要得成初果的师徒梵果啊。那师徒梵果初果如何呢？咱顶两讲有解说了啊。大家会当呢，佮注意哦，佮买录音带、录音带呢，佮听几遍就知影。伊讲第二，乃是佮有一款呢，哦，世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呢，本身啊，伊学习如来，伊即个唯一界，甚至呢，伊界都持较非常的清净，一心啊，用个时啊，伊就让佮静止，哦。伊家己十思梦想，家立住，互伊心内一精进，安住伫个不动的自性中，互伊心口与三念呢，啊，会当全部来调伏落啊，免咧心呢昏飞啊，哇，不停，心搞意骂呢，甲停止调伏落。好、哦，在世间的心呢，渐渐起心动念了，就欠较少啊。慢慢的心就安静了呀，叫做静啊，静都动消。你若修到有这个功力为者呢，渐渐的进入这二果的殊途含故啊。佛祖伊个讲，佮另外有一款众生啊，伊三念呢不动，因此呢，伊六尘的境界无生迄个心，慢慢伊这个清净的本性现前，坐咧个地就是足久啊。功夫就知啊，功夫就知啊，就对啦。伊的心性始终调下落啊，会听话啊。在世间心来讲呢，
随时随地拢执念啊不动，这就是自在之心嘛。那有一款的功力位置呢，就进入第三个位阿那含故。佮第四叫做另外有一款的众生啊，以这自在之心，哦，伊学习了有禅定功夫，伊的定性思想是叫做现前，同时是明心见性。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呢，伊的本性是空寂的呀，哦，心境相蒙啊，哦，伊定心不动，就是清净心不动就对了。然后这个功力呢，名之为正行阿罗汉的故缘呢。佛祖伊就讲，那是假使讲你得到这四果位者呢，伊的功力境界就要超过这六欲凡夫甲天人的境界。这个就是圣人的行为啦，圣贤位就对。那么在这这个场当中呢，这款境界含佛的出世呢，无三种样啦。同时当帮助十方如来呢，来干净水法，来净化呢，这清净国土啊。因此能助多个度人，啊，会当报答十方诸佛的恩德啊，直至啊，甲无上菩提呢。当时啊，这人啊，永远啊，无可能过颠颠倒倒啊，是五明四果啊，后称啊，个称号叫得道的圣人啊。那么佛祖佫讲文殊菩萨啦、啊，哦，那如果这四果人，哦，这个有真信心，按照呢明师的指点教诲，袂呢杂思妄想。用二心三心用功，同时佫会当威仪呢，哦，精严。那么在这时阵威仪具足啊，功夫就袂歹啊。所以佫着世间的财产啦、女色啦、恩爱名利啦，会当一段应断，一了应了啊。头甲尾呢，修书中呢，一如修道。虽然即款无法度大家。大大的明心见性，大大这通达境界真高，心性无讲介坚固，但是呢，慢慢啊，伊这清净这个解脱的意境就现前。安尼看十方诸佛啊，并无什么种样，所以叫做是超凡入圣位啊。哦，文殊菩萨讲，因为我清楚咯，清楚咯，那么注意听好。在这所在，咱要讲话啊。咱一修道人，那对这个恩爱啊，无得净化；对这名甲利啊，无得消毒。这是五欲六尘无法度呢，啊，彻底呢，甲远离。安尼无得得到自性的清净啊，安尼开悟证果都无咱的份啊。是大丈夫既然主皆修行呢。这名利观呢，一块理理理，彻底甲彻底就对了。你看呢，用修道人一道心圆顶呢，如同呢有这冲天之志啊，一个火箭要射去外太空呢，一定无丝毫的感情甲留恋，直接射出这大气层的呢，甲真空的外太空去呢。种种有些视觉差，路线出问题，还是种种呢？这火箭个飞时燃料无够，还是未到，还是故障呢？随时伫半空中佫爆炸佫落来呢？修道也是亲像讲要冲去半空中大气层共款，要出三界呢，袂当有感情流露，连家己拢总爱净化掉。所以一句话讲啊，大道无人啊，袂当丝毫一丝丝的感情，一丝丝感情都丢掉啊，就死啊，三界出袂出去啊。所以经讲啊，连远离五欲六尘啊，名之为啊，出尘阿罗汉啊，道理在这所在啊。所以讲到这来，我就运用一个开悟的圣经呢，伊讲了几句名言，会当达至咱的座右铭呐，作为咱的戒言，注意听看卖啊，大快人心呢。开悟圣经伊安讲，大丈夫啊。既然主，既足三巧，
一翘呢破了名义关呢，二翘呢遁入真如性，三翘真如本体起妙用，行沙滚星同入大觉海。好注意啊！修道人啊，不愧是修道人。那咱做到这三段境界呢，安尼天龙八部护持，诸佛菩萨欢喜甲拥护。伊安尼讲啊，圣经讲啊，讲大丈夫啊，居男主啊。那么记住，大丈夫都要有出三界的精神的人，有出三界魄的人，才会当称呼个大丈夫呢，居男主呢。唔，你这普通泛泛之辈，恩灵称呼叫做大丈夫、基念主啊！你看不着卡手，就退四五步去啊！发着修行，就修兵啊！要如何称呼叫做大丈夫、基念主啊？注意啊！你讲敢唔是咧？所以大丈夫、基念主，伊讲继续有三款的哈哈大笑啊！头一笑到呢啊！哈哈哈！破裂名利观，第一笑，意思讲哦。哎呀，明甲利啦，两个纯兄弟啊，一直作业，啊，七两要笑背啊，明啊忙笑利啊呢，啊利个小弟啊忙笑，哦，这个这利兄阿明啊呢，阿明啊甲阿利个两兄弟啊，唔好笑笑，两个拢是作业个因素，对路因素，这大丈夫啊一巧破了名利观，甲破掉，立即就离开就对了。破利呢，名利观，哈哈，原来如此一番呐、啊！明家利搞女生女夹搞害死我，害我呢，女生女夹轮回，今嘛我看到真理啊，我应该脱出来。第一条呢，破利名利观呢，啊，既然主大丈夫，第二条去跳啥？用二条遁入真如性呢？哎，跳就讲啊。名利既然看破，真爱爱情原来是如幻一幻呢？看破了，这种是无常生灭啦。一阵回光返照，阵照见本性，遁入真如性入来。大丈夫基男主啊，二巧呢进入真如性啊，开悟证果，明心见性啊。你有法度无？唔知大丈夫爱有这款冲天之志。啊！如果霹雳突破这三界轮回因素啊，来个听。第三条是笑啥？讲三条者是真如本体啊，起妙用啊。意思就是讲，伊个笑是笑啥？即讲哎，我已经明心见性，进入涅槃的境界，已经是一个圣人啊。我都欢欢喜喜多加诸旁呢，等下这世间。以气体起妙用，发动我真如本性，了悟这现象界，了悟这花花世界了呀，了悟这五浊恶世了呀，了悟这人间了呀，做了入世，做了度化众生工具啊，这真如本体起妙用啊。然后呢，在行沙行河沙遐尼济众生呢，一一来度因呢，入这大觉海入来。动入大觉海啊，都可以大家正行菩提，可以幸福就丢啦。那如果具备这款三款巧呢？注意，大丈夫基念主，哎，你笑看卖啊呢？你的巧感有法度破这三关？咱这巧拢总是伫安尼啊，笑火都共闹开的。咱这个巧拢共笑火哦，这个幸灾乐祸。拢笑迄一款吼呢，去陷害人诶。凡夫诶笑笑拢是较阴化性诶，凡夫诶笑笑迄落无意义诶，凡夫诶笑笑迄落未开悟正果。哦，虽然呐、啊，平平笑笑意境都两款呐，一款诶笑微微诶笑，哦，笑你甲地染污自性诶，笑你甲地呢耿耿于怀，笑你甲地呢看菩提不相应。叫做世间笑，啊！这大丈夫、基念主这三款笑，每一部笑拢有伊解脱大道入门之笑啊！笑到最后开悟证果啊！所以诸位菩萨啊，好好啊用功哦，
咱有一天开悟证据啊，你我大家拢有分呢。正见伊个讲话啊，伊讲主观主心啊，知佛在内，不外外顺，即心即佛，即佛呢即心，心明即佛啊，了了即心，离心非佛啊，离佛呢非心。心佛啊，不二啦。伊这意思是安怎讲？就是讲，咱去修道啊，爱回光返照，看咱自己的心。知影讲佛祖呢，是伫咱心内，毋好心外求佛，安叫做颠倒啊。心内求佛，愈生愈劫，找佛就找袂着。咱修道人就是爱呢，心爱修道长啊。回光返照，向自性去吹，去甲吹，去见呢。问伊啥物理由？因为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啊。心若明，就见着佛；心若清楚，就看到你的心啊。啊，离开心，并无佛啊。离开佛，并无心啊。因当下，你就是佛，你的心就是佛。你唔忙离开你的心，离开你的魂，佮另外离开心找魂，离开魂找心，安尼分明就颠颠倒倒，叫做头上安头，心上安心，性上安性，安尼是帮助佮你怜悯佮同情。所以修道人袂当离开咱的心地，佮向外追求外在魂。那问啥物理由？因为你的心就是魂，魂就是心啊。唔颠倒啊！莫怪咱女性女杰无多开悟证据，就是离开咱本性，佮另外去找外在分，安尼强劫不能见性，不能成分啊！爱注意。好，这是菩萨讲真好，《金刚心论》第十二是专门讲了呢，有无四相论，三昧叫做有四相，三昧叫做无四相，注意听好。金刚心论，咱对菩萨才拍开伊个讲义吼，伊讲咯：文殊师利菩萨问佛，何等之人，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？世尊曰：凡夫之人，任诸四大色心之喜恶，贪生怕死，名有我相，心存。真爱以不坚平，名有人相，念念相随，色心流转，不求解脱，名有众生相，心识不妄，业障相明，本我无生，真空实性，相随心境，意识流动，名有众，名有寿者相，菩萨之人。知心是幻，我是无常，不修啊心明，何况主宰？但黑大圣呢？佛之教法，明无我相，顶观众生，皆如赤子，不得远亲，平等济多，明无人相。以世间心一了永了，定不相续，明。无众生相，明我自心，无生无息，不随心境，意识流动，但依方便，愿力行持，明无受者相，有处事相，即名凡夫；无处事相，是名菩萨啊。那么诸位菩萨，这段就是明白了。是啥物叫做凡夫有四相？啊，如果若无这四相呢，名就圣人。情形如何呢？文殊师利菩萨问佛祖讲：讲请这问世尊，是啥物款的情形的人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呢？请佛陀来开示呢。释迦牟尼就讲啊，讲凡夫的人啊。拢认为这四大家合的身躯肉体呢，
以为是我啦，因此呢贪生怕死啊，安尼名为偶像。伊心呐存有这个真恨心，吼、哦，甲爱欲的心、真爱心呢，伊心始终袂平衡啊，定闹争事，有起了起起伏伏、不平定之心啊，名之为啊人相啊。伊佫讲啊，咱的心念念相随着世间的心伫遐流转。无想要求解脱，这叫做是众生相啊。佛祖又讲，用心识那无去净化掉，哦，随着伊业力的增值呢，时常伫遐起起伏伏生一切念头啊。当时无爱悟这个无生法入的境界，大家真空妙有真空的实相，时常随着伊心计流转，意识流动呢。安尼名之为受者相啊！佛祖佫讲，菩萨之人呐、啊，如果若是伊知影讲伊身躯是如幻如电如露幻化存在，了解世间无常，伊就袂爱惜伊身躯性命。哦，看淡淡啊，淡淡啊，暂时只咱用尔，伊清楚。哦，伊就淡忘。同时不但如此，对着世间一切财物呐、啊，伊也袂介喜爱。所以，伊就一心一意呢，伊就来学习呢如来大乘的佛法。这类众生，咱称呼叫做无我相。伊后壁佫讲，咦，佫一块众生啊，哎，伊个修道看任何含伊同类的众生，因此呢，当作是家己后生祖囝，当作家己老爸老母、亲戚朋友眷属。未分讲这有亲情，这无亲情，这有关系无关系，以平等心呢来普度一切众生啊，安尼名之为无人相啊。啊，佮一款人，就是讲，伫这世间内底呢，伊的心啊已经一了不了，佮净化掉，何以免呢念念相续，佮维持世间心落去，安尼名之为无众生相啊。哎，还佫一款人，就是讲，伊修道啊，伊能明心见性，伊有法度悟这个菩提自性，无生无息，伊心袂随顺着这个世间心伫遐沉沦流转，意识袂伫遐流动，但伊如来教化的方便法呢，愿力坚固，道心呢安定，来行持如来解脱大道。名之为无这种无这受者相啊！佛祖当总共人甲了结起来，伊讲用脑子思想为者，名之为凡夫啊！啊，那是无这思想为者呢？名之为菩萨啊！啊，如果那修甲无这思想的存在彻底圆满呢，诶，名之为佛啊！哦，诶，最清楚吼。以上就是佛陀回答文殊师利菩萨思想甲无思想的情形。好，就阁听好。下面咱继续阁讲这个《金刚经》论第十三，名称叫做是五金五佛。这是讲了明心见性人用五金的道法度发挥佛意的这款的妙用无边呐、啊。到底情形如何？注意看咱的金刚新闻哈，伊安尼讲咯。文殊菩萨问佛：因何是我今我佛？当净善根啊！世尊曰：那是清净斋戒、明心见性之人，道思巧决，得正见者，眼是佛见，耳是佛闻。地呢是佛受，口是佛说，心是佛知，五根常显，五佛神通，当净善根，成佛正定。若人把这定做得住啊，依佛修行呢，佛说是人入地成佛啦。那么这段是文殊菩萨啊。以来呢，问释迦佛祖讲这个五根五佛，哦，
同款种这个现金类，吼、哦，那么伊结果如何啦？注意听好，这条有做一条回答。伊讲那是咱一个收到人好好啊，甲这个新旧与三叶，甲饲好清净，佮饲栽饲界呢。那是向这明星建性用功夫，按照呢明师间指点的口诀来修行。哦，那么就我就得到正知正见啦。在这个嘴，在这目睭来讲，修了有成就啊，如同佛眼，如同佛看一切境界，了解一切境界本来面目。这明心见性人，伊的耳啊，伊所听到，参佛祖伊所听到呢，无啥两样。啊，明心见性了，伊这个鼻，鼻有这草芳。一切这个味啊，看不做个片，无啥两样。明心见性开悟人，伊个讲话，看识听有做讲个清净梵音，度众生个义理，无啥两样。明心见性开悟人，伊本身呐是靠出起心动念，看不做伊意念，无啥两样。所以这里五根乃是净化。当然所发挥出来的作用诶，就是五分呢，伊神通妙妙用就对啦。这个五分就是讲，这个啊，这个眼耳鼻之心意啊，啊，这净六根五根就对啦。发挥出来如同五尊分呢，伊作用呢，种种的神通，神通自在啊。当净现金，幸福的境地啊。最后会作伊安尼讲，讲那是有人。禅定八十一条，照这个方法来修持为者，会当做得了主。按照佛祖的方法来修行，佛祖讲这人啊，入地成佛啦，知影无？唔免放下多多，你当下会当按照五根不染五欲六尘呢，安尼当下就是安怎入地成佛啦？你知影无？唔，你逐工伫遐咧起心动念，嘴讲的是是非，偏遐偏着这臭的就烦恼，偏着芳的就是要甲偏，又粗又涩，心底下快乐烦恼，快乐烦恼，伫遐互鼻经转，伫遐脑筋熟啊，偏遐无自在。你起心动念，无都安住伫遐如如不动的本性当中，你心底下想过去的痛苦，想未来的悲哀。前后伫遐咧出入，伫遐未自在，伫遐跨界，莫怪做凡夫啊！耳仔要听如来解脱大道，听一挂亲戚朋友、有利害关系人，听听了后，伫遐中毒，伫遐无法度消化，无法度消炎，因此呢，就伫遐咧带来脑筋熟，因此呢，伊心情就未快乐，就痛苦绵延不断啊！目睭看，唔爱看有景，哦，目睭看，唔爱看一挂有意义的，就看一挂无意义的，对身心有残害的。比如即摆一挂小朋友呢，青春期若到啊，拢爱看一挂黄色的小说，看一挂黄色的电影，爱看一挂裸体的照片，啊，看看了后，心情个热砰砰，就咧热锅上个蚂蚁呢，啊，就起心动念。想入非非啊，做迄个非法不可思议、不可思议代志出来呢？甚至啊，咱啊目睭爱看人个是非，看人个长短，凡夫就是安尼嘛。伊唔捌讲用两类目睭去看经典，哦，去看佛祖，哦，去佛寺拜佛，互伊目睭较清净一下呢。这是凡夫，所以做凡夫个条件。所以平平，咱六根个作用。就千差万别啊！凡夫的六根的作用处拢主要，咱的修道人，伊六根所发挥作用处呢，拢清净法，行这涅槃的路，以空相应的路，出三界的路，正行菩提的路，都天差较地啊，都180度相反的方向去行啊！可怜啊，凡夫就是呢，
所以慢慢注意菩萨的修行过程当中，好好安尼，伫六根是一撮功夫来呢，和你六根呢上奉光明，和你动天动地呢，安尼注意清楚哦。好，注意个听好。我运用这个祖师呢，伊个讲了几句话啊。祖师伊呢讲，六根动是作用，为何诸佛解脱呢？为何凡夫不能解脱呢？关键在于诸佛明心见性，自性不被这个五欲六尘所染，是故心地清净解脱。凡夫呢，迷惘自性。心地无痴无暗，随业逐流，污染自性，就是染污自性啦。故有生死束缚，伊这是啥意思？就是讲，咱的六根共款去作用，佛祖伊作用出来是清净妙用解脱的。啊，为安怎凡夫众生不能解脱？因为凡夫众生伊起心动念，伊作用出来呢，拢总是污染不清净的。诸佛伊未被这个五欲尘所污染吗？所以心地始终是清净解脱啊。啊，凡夫伊迷惘伊自性，因为心地啊无痴无暗嘛，所以种种染呢，哇，伫安加来加去，这老气啊、脏气啊，未自在，污染未自性啊。哎，就免不了啊！爱生死轮回咯，和生死束缚咯，哦，和三界绑掉咯。好，注意听好。下面来讲，这大八这经一个讲话啊，用诸佛啊出世呢，诸佛出世哦，该说本性空寂啊，化道幽静。要闻佛说本性空寂，乃入性道得性道故，离本性空，无必方便啊。那么这段就是讲，诸佛出现在人间，无非就是讲出的世间一切法，拢总是空性，由不定的一切法啊，是不空性啊，你来看。一切法难道不是因缘所生吗？因缘所生的法哪里不空呢？所以一切法拢总是空性。那主在人间讲一切法不是空性呢？哎，这个佛祖伊讲的话就是有问题啊。所以佛祖伊在人间讲经说法，就讲万法皆空，诸法不可得，诸法是如幻的存在，是缘起法。以这个缘起法的化度一切有情来开悟证据啊，所以释迦佛祖讲啊，咱是要听佛祖讲本性的空义呢，哦，安尼才是有法度，才是上了这个正常度去修。伊讲乃入性度得性度故啊，你唯有经过这个诸法的空性呢，安才有得到性度的故位啊。啊！离开一切法的空性，佮另外当开悟证果，这是永远无可能的代志。那问甚物理由？因为是奉三世诸佛拢悟空的道理来成佛的啊。所以有一尊佛叫做空王佛啊，南无空王佛，诸佛悟空来开悟证果。那么为安怎呢？咱这所在有讲佛祖，伊变变六根作用。但是伊未污染伊自性啊，然后自性解脱啊。因为诸佛菩萨伊知影讲五欲六尘的物件，当下就是缘起性空，本性空寂，本性是无我的。因此呢，唔再讲这个问题啊。诸佛悟空来开悟证据，那么凡夫众生啊，伊不了解五欲六尘，伊是空性的，把五欲六尘当作实有的，因此呢。伊才有生死轮回啊，和一切万法万境所骗去啊，因此灭灭自业沉沦过生死啊，安尼注意清楚吼。所以咱修道过程当中，爱会记，咱平常时去修持啊，咱爱好啊，悟这个诸法空性来修行。
那诸位在座，悟空、净空、体会空，甲你恭喜，世间忽然间添一个伊啊，已经成佛啦。那假使主要是悟空、净空呢，安尼你含这圣人呐、啊、的距离呢，佫遥遥无期嘞。所以问你到底开悟证果未呢？你到底是悟这个空的道理无呢？空是解脱的意思，唔是代表一切无，唔是个断空、断空哦、断灭哦，或空或有，或空或解脱，或空或自在，自清楚哦。哇，时间佫到咯，诸位菩萨。那么，平安讲我遮正在精彩当中呢，那金刚心论到遮过一段路，会见下。咱明仔载金刚心论第七讲呢，同一时间再会。